如何才能接触这种三角关系？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帮助他们。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磊23岁，来自江苏公司职员；女嘉宾小叶22岁，来自江苏公司职员。来，有请，有请两位。你先给我确认一下，对面这个女生跟你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她是我女朋友。她是你女朋友，你确定吗？我们之前的话就是男女关系，但后来因为一些小误会导致我们就是分手了。然后什么叫小误会啊？那是小误会吗？你妈那么不喜欢我，要是我就算以后跟你在一起了，你妈那种天天给我脸色看，我怎么过呀？但是我妈她为我考虑的一些事情也是合情合理的，比如说你有两个弟弟。我有两个弟弟怎么了？她有手有脚的，她自己可以上班，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啊。你妈说什么我有两个弟弟以后就要靠着你了？为什么要靠着你啊？我弟弟从小吃你家大米了吗？他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并没有啊，我不是一直在说服我妈吗？就算这件事情不说了，那为什么我跟你还在一起呢？你妈又给你介绍了别的女朋友。那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妹妹竹生，你知道吧？那个女孩呢，她是我妈妈的一个干女儿。从小到大的话，家里面人就是觉得这个女孩呢会成为我的老婆，但是因为她的出现打破了家里面呢就是那种长期以来的想法。我也跟我妈妈讲得很清楚，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跟她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的话我也跟她讲了，也跟她解释过了。你怎么解释的呀？说一直把她当妹妹看，那结果呢？结果你真的把当妹妹看了吗？为什么她去你学校给你还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水的，天天在你宿舍，那是妹妹该做的事情吗？那我也跟她说了呀，她一个女孩子，我总不能在学校那么多男生面撵她走吧。我也跟她说了我有女朋友了，你别再来找我了。后来呢？后来你怎么一脚把我踹了跟她在一起了呢？那不还是你闹的吗？你整天开口闭口都跟我谈分手，那我最后的话我也实在没办法了。行啊，那你跟他在一起好了。然后我跟他在一块的话，你也知道的，我就是当时为了故意气你的呀。我当时没有跟他在一块啊，感觉。你说感觉没有跟他在一起。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乐了哈。我当时嘛跟他吵架，他就是说他也就是有点女孩嘛，小吃醋嘛。啊。然后觉得就是我对他有意思，然后再加上我妈妈之前的话对他就是产生了一些就是误会。然后再加这个女孩出现的话，她觉得我跟这女孩可能有了什么了。哦。然后那一阵一直在跟我提分手，然后我分了吗？当时分了。你就跟那个女孩干妹妹在一起了是吧？跟我干妹妹就是在一块的时候，我没有把她当作女朋友，我只是为了气她。可能的话我干妹妹觉得我某些地方就是让她感觉到我是喜欢她的，她把我当成男朋友了，各方面对我严加看管。我感觉的话我跟他在一块的话，那就不是说是他男朋友一样，好像一只宠物一样，什么情况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哦。然后后来的话我就跟他说明了情况，我说我心里面还是喜欢我现在的女朋友。我说我然后又回去就是找他了。那你们复合了吗？复合了。就是对他确实还有感情嘛，然后就是说原谅他一次呗。但是没想到我自从我跟他和好了以后，他的那个妹妹跟疯了一样，天天跑到我家，在我家那个门上用红色的笔说我是贱人，还说我抢了她男朋友。哦。甚至天天往我家门口丢死老鼠。我的那些邻居这样看着我，以为我在外面干了什么事让人家这么恨我。这件事情我也跟他说了，他也没有去解决，管都不管。我去解决了呀，我找他说他比较强势又很任性的，他就是不睬我。你说她一个女孩的话，我总不能打她骂她吧？确实那只是你的妹妹吧，干妹妹，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把她当作我妹妹的。哦，你确实在跟现在的女朋友分手那段期间没有跟你的干妹妹有男女之情吧？没有。那你跟你那个干妹妹确实也反复说过，说你就是我干妹妹，还是你跟人说过你是我女朋友？对，我跟她讲过。你讲过？对。她根本没有，如果讲的话她妹妹怎么可能这样天天对着那我之后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我说如果不相信我，那你找他对质，我又不是说经不起检验的那一种，对不对？你经得起检验啊？来来来，我们有请干妹，来有请。这往哪儿去啊？到我男朋友这边呀。你给我放开！凭什么放开？这是我男朋友，我就在他对面。来来来，姑娘来，站到叔叔这边来，来，要不然你到叔叔这边来，来。怎么称呼你？叫小云吧。小云今年多大？23。这个是你的男朋友。不要脸啊！你才不要脸呢！就是你在中间插一杠
子，知道吗？你的女人怎么这个样子？就是你，我跟他在一起都好好的，就是你什么东西啊？他说他不喜欢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不喜欢你，怎么把你踹了跟我在一起呢？来来来，他说他是因为气我。过来，听不明白吗？这90年代的女生都这么凶猛吗？没有，主持人不知道，我今天来是处理我跟我男朋友之间事情的。其实跟他不搭嘎，你就不应该来这里，你知道吗？不应该来的是你。停，小叶，不说话啊，能保持一下优雅吗？可以。我问几个问题行吗？可以呀。啊，你跟男朋友谈恋爱多久了？分分合合吧。哎，多久了嘛？一共几个月？分了几个月，还是合了几个月？分了几个月，也合了几个月。因为我跟我哥哥，然后就是说从小一起长大。你这哥哥是哪层意思？反正我一直把他叫哥哥嘛。就是打很小就很喜欢他，是吧？嗯。那你向他表白过吗？我们之前有谈恋爱，爸妈我们家里人全都支持我跟我哥哥在一起啊。我跟他妈妈关系为什么那么不好啊？你不明白吗？不都是你在旁边说了乱七八糟的事吗？你还好意思讲？我们全家人都这么不喜欢你，你还好意思赖在这里？不，他不喜欢你，姑娘，是不是？人家说他们全家人说的是对的，哥哥和妹妹嘛，你要进去你是嫂子呀。谁是嫂子呀？啊，你不是你们全家人吗？我没有嫂子。你说句话。小云，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的，我对你之间的话没有其他的感觉。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跟我谈恋爱呀？当时的话也只是说一时生气，没想到你会对我就是产生感情，我不是说故意欺骗你的感情的。姑娘，问你这个问题啊，他跟外面人说你是他的女朋友说过吗？说过的。他牵过你的手吗？牵过手。你们花前月下过吗？反正一起牵过手逛过街嘛。后来他怎么跟你提的分手呢？还不是他过来勾引他的。从头到尾你看我找过他吗？他都说不喜欢你了，你怎么还好意思站在这里啊？他要不喜欢我，他把你踹了跟我在一起干嘛呢？他刚刚都说了，是因为气我，所以说你只是他的一个利用道具，你连备胎都算不上。我备胎，你牛，把你甩了跟我在一起。说话呀你！你们俩都别吵了。嘿，就这样，你母亲喜欢？因为他的妈妈跟我妈妈是好姐妹，她小的时候经常去我家，在我家里面人的话都是非常喜欢她的，而且她也把我爸妈的话哄得也很开心。那像他在你现在女朋友家干那些事儿，你跟你爸妈说了吗？没有跟我爸妈说，但是我妈的话是绝对支持他的，就是帮亲不帮理的类型。明白了。姑娘，你去过他们家吗？去过，就是因为第一次我都不明白我哪里做错了，他妈妈整个饭桌上都冷着脸，其实根本就是因为他的存在。什么叫我的存在？你对我干妈怎么样啊？生病了然后让她去看，然后她你好意思说这件事情？干妈才说了她几句，她甩脸就走。本来干妈就生病了，你还那样子对她，你觉得她爱你吗？爱你的是我，你知道吗？她爱你她会那样吗？那不都是你搅和的。她干了什么？她对你干妈做了什么？干妈生病了嘛，她过去看她，然后干妈不喜欢她嘛，然后就说了她两句，她扭头就走。为什么她妈不喜欢我？不都是因为你在他们面前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是你本来就那样，什么叫我说了？我们全家都本来哪样了？你说清楚，我本来哪样了？姑娘，婆婆啊，要搞不定，日子很难的，要不然咱算了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她天天在那个还在网上说我什么小三，说我抢了她男朋友，说一些乱七八糟的。现在我妈给我相亲，我都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了。你也相亲去了？你都相亲了，你还来纠缠她干嘛呀？是我纠缠她吗？你说话。我是在，因为我心里喜欢你，我不喜欢他，所以我要过来找你的。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上一次嘛，我妈妈生病，然后就是出院了，我让她过去就是看看我妈妈，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影响，后来她怎么死活都不肯去。啊，我说我妈妈虽然说可能看到你会不高兴，对吧？但是我还是要把你带过去。我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妈妈能够跟她多接触，认可她。他就是不去，因为第一次嘛，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我赶出来了，而且他妈妈还来了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是我拆散了他们俩，所以我还在那边待着干嘛？啊！第二次让我去，那我肯定不去了。但我没想到他说你要是不去的话，那我们就分手。后来真的又把我踹了，又跟他跑到他那边跟他在一起了。其实当时的事情我就是一时之气，后来的话那一段时间我在家里面嘛，然后他就经常。过来安慰我，他对我家里面人都挺好，家里面各样东西都收拾得很好。当时我在想，他也喜欢我，要不跟他试一下吧。但结果呢，就是他嘛比较强势。有一次晚上，我就是他住在我家隔壁的房间，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打游戏，我一个兄弟打电话给我，说他失恋了，喝多了，那时候12点，不知道他从哪跑出来的，一下子把我电话给抢了。
然后把我朋友突然骂了一顿。神经病吧，把你喝醉酒了，然后给你打电话让你出去，我还不是担心你呢吗？姑娘现在去相亲了吗？妈妈让相亲。去了。怎么样，对方？还行。跟他比呢？不好比。明白了，小 Z。先表个态，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选择谁做女朋友？你就站到谁旁边去，别说了，行动。你凭什么站在旁边呢？我对你那么好，我到宿舍给你洗衣服，给你打水，你呢？你现在怎么这样对我呢？小云，我跟你说，我一直都是把你当妹妹的。来，姑娘回来，来，我也跟你道过歉了。来，我只是一假设，别哭啊，姑娘，有点乱，其实本不该这么乱。应该怎么办呢？四位老师交给你们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吧，你现在可以回来了，省得那个激动又冲过去啊。姑娘，我想跟你说哈，有的好多男生是成年但不成熟，我们要嫁给一个男生的时候还得看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能不能搞定他的妈妈呀，他是不是跟他妈妈意见不统一啊，就像你说的，如果真的嫁到他家你该怎么办啊，面对婆婆的脸色，对不对？所以要好好想一想。那这位男生哈，无论是为了气你的女朋友还是为了其他的原因，你怎么能向妹妹下手呢？因为他从小到大在我家就是玩过很多很多次，然后我妈妈对他也特别喜欢，很希望我跟他在一块。那你知道妈妈有这层意思，然后你还要给他一些暗示，给他一些信号，还牵人家的手，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的话我不知道我妈妈有这样的想法，直到就是小叶出现了，我妈妈才跟我这样说，我一直就是觉得你应该跟小云在一块比较合适，然后还为了这件事情特地约他妈妈出来就吃个饭，还要把这件事情给定下。当时我就没吃这顿饭，然后我就走了，我说我有女朋友，我跟她是不可能的。你在说谎，你说你之前不像小朋友们在过家家，这男孩他真的是男孩。你在家里边从小到大，是不是你所有的决定都是你妈妈为你做的？不全是，基本上上学什么的安排都是他们。有一种男孩，他是属于现在算成年了，但是他的心理年龄和精神上的依赖性还是在母亲那边的，就所谓的半断奶式男孩。我觉得你现在有这种现象存在。当你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感情的时候，首先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因为我觉得人呢，在你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不管他的身份是妹妹也好，女朋友也好，当一个人对你有好感的时候，不可能是不知道的，这是最基本的人的一个感知能力。然后我呢，现在其实我特别支持他这个前女朋友，就不要跟他在一起了，包括现在的这个妹妹，你们都很年轻，二十出头，有的时候一些感情和角色的位置容易混淆了。我觉得你这个妹妹要想清楚，你到底对这个哥哥是一种习惯，还是真的是一种爱？我就是喜欢他，就是喜欢他。你也要放一放，想一想，那他到底值不值得你喜欢？台本当中说你和他走到一起，也是因为你的前男友对你不好，对，而他对你好，对，你选择了被爱。是的，你也曾经有他同样迟疑的时候，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是这样呢？在爱人的同时都非常重视是否被爱。
有一份好的兄妹之情就够了，何必再贪，一定要把它扒在手里呢？贪婪嘛，既想有女朋友，又想有一个对你挺好的一个异性嘛，一个极致命题啊！全世界适龄适婚的女人全都死光了，只剩下她一个女人，你是娶她还是不娶她？我不选她啊！我不选她。你跟她在一起也不会有结果的，干妈一点都不喜欢她，而且干妈都听我的。好好好，哎，那个我跟她说两句。台本当中说你之所以到他们家，是因为你的父母离异，是吧？小时候没有父爱，然后他的母亲把你视如己出，再加上和你的母亲又是好姐妹，所以你才有了与他们家那么近的关系。但无论是你爱他，又或者是你爱你那个干妈，你都不应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这样的话让大家都不痛快。其实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个家伙他对你根本是摇摆不定的，你的付出是不值得的。你这样坚贞的爱，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会欣赏，但绝不是他。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啊，行吧，那你是怎么着？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们俩说清楚，你以后不要来再来找我了，然后还有你不要再往我家丢死老鼠，真的很吓人。跟人道个歉，这事儿做得不好，说对不起，我那些行为错了。对不起，不该那样。姑娘，没事。你是舍不得走啊，还是？其实我是觉得，所有问题，我其实我也很能理解他。我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是他处理的不好。哦，对，哎。来，姑娘，你过去。剩下的时间就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六十秒。如果你能接受我的话，我一定好好做一个好老婆，做一个好媳妇的。但是我只拿你当妹妹，说真的，我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对你动过一丝男女之心，这个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对不起。你就不能试着接受我一次吗？我知道我心里面到底爱的是谁，尽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还是会坚定我自己的原则，我知道自己爱谁，对不起。请亮灯。两位请回，请回，谢谢你们，回吧。请关门，请关门。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看看这个女生能不能在最后一刻领悟到她该。5 4 3 2 1请开门。